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늦게그녀를만난사람은좋아한다고말할수없어어때大卫说：“好，就这样。”卢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 따이웨이가말하길 좋아. 그렇게 하자 로스 교수가 우리더러 그녀를 도와주라고 했으니, 만약 이미 남자 친구가 있다고 해도 우리가 가서 그녀가 무슨 일을 하는지 알아도 보고 도와주는 것도 좋지. 좋아, 그렇게 하자. 치우티엔도 말했다. 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비행기에서그들은음악을듣고책도보고음식을먹기도하였다시간이지난후그들은베이징에도착했고매우기뻐했다 그날 밤세 사람은 바로 베이징에 머물게 되었다. 후,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 怎么样？大卫说：“好，就这样。” 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 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后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 怎么样？大卫说：“好，就这样。”卢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 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 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 不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戴维说：“好，就这样。”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 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后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戴维说：“好。” 就这样，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 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后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戴维说：“好，就这样。”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 帮助他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 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戴维说：“好，就这样。”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 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后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大卫说：“好，就这样。”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 要是他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他做什么工作，帮助他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后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 大卫说：“好，就这样。”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 后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戴维说：“好，就这样。”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 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后看到他的人就不能说喜欢他了。怎么样？戴维说：“好，就这样。”罗斯教授让我们去帮助那个女孩。要是她已经有了男朋友，我们就去看看她做什么工作，帮助她一下也不错。好，就这样。秋田也说。 在飞机上，他们一会儿听音乐，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吃东西。十二个小时以后，他们到了北京，非常高兴。那天晚上，他们三个人就住在北京。